拉刺都给你拉刺晕。又没消耗的，完了，爆炸了，有点，要等二级奥印，完这把队先记了。二级也成兵不能。必须消耗啊，二级不能补远程兵，必须去打他。没办法，因为一级没打好，所以只能这样玩。感谢的话之后再说。因为你如果不换血的话，你会一直被他压制的。只能这样打，一级你一级 Q 又没补到刀，又没换到血，你只能这样玩。就是二级不要远程兵去换血，因为一级打得太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这样玩的话，游戏结束了，只能这样玩。因为一级没补到，没补到又没消耗，不这样玩，不这样玩就炸了，就只能咬人了，只能这样打，只能这样打。你不这样打的话，玩不了的。这名字人人欢呼，我抛下的名字。他这种剑中英雄要狠狠的跟他换血。这波直接走，回家补伤，不越越不了。打着剑中英雄就要狠狠的跟他换血，补刀会赶回来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叫是弱者的心。完了，我就要被他吃了。
九头，恶心死他了，很难打，我只能说很难。遛狗我只能说很难。尽量还是后手一吧，等他先手一你吧，感觉真的。遛狗是有点恶心的。 杀心，补刀反超，因为那些刀真的可以不用补，只要对面不够用的话。 只要杀他两次，就能把补刀全干掉。抬头顶天，双手一臂。不会还要追？ 六重换两龙，如何呢？感觉可以，换了吧，六重换两龙可以的。
对吧？这边不是很缺伤，还是把补水赢吧。好贵呀、啊，水晶鞋1300块，比法创还要贵200。天哪！看信息是真的好贵呀、啊。 状态，防御保护层即将脱落，还算了，大古艾克啊。 完了，吃不到了！哎呀，极限！呜，差点被雷文抢了。再打200块。 好了，他死了！哎呦，不行！从来没好。打剑姬用掉了，应该是吧？我还真没，刚才应该是打剑姬用掉，那我还没好。 Your team
哎呦，艾克真的输不了，动不到大招啊，不用血，真用不到。 不卡比电芯强吗？强一百倍，重振如果能不卡的话，比电芯强一百倍。压到我，可惜了。 杀了！输不了啊，艾克狗！我操！